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魅影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下，恐怖奶奶二代哦。这边 AI 一出来就看见爷爷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躲一下！在这里躲着，爷爷就…… 我刚刚说爷爷不会发现我们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差一点就刚好撞到爷爷的这个什么眼皮底下了，对吧？偷偷看一眼，哦，爷爷上楼了。好，那么有点害怕哎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上去吧！救命！躲一下。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从这边看到一下爷爷就不要紧？看一眼，呦，糟了，摔掉爷爷，摔掉爷爷，还好爷爷不会跟奶奶报警。奶奶，我的天哪，救命啊！上楼。聪明，聪明的选择就在上楼的这一刻。好的，我们挤进来，挤进来啊！进，来，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爷爷跟在我后面，他跟着就跟不见了啊！我找到一把蓝色的钥匙，这把钥匙应该可以帮助。我找到撬棍了，太好了！这边推一下，实际上没什么用处。哟，好，爷爷准备进去了。我们偷偷的看着爷爷，然后爷爷在这里，走，我们要从这边绕，不然的话可能会踩到响声，对吧？好，把这个进去，扔下去，好。然后这里有个开关，我们也可以扔下去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把电击枪，好险！先看一眼，爷爷在哪里？我们要把爷爷给叫出来嘛？爷爷好像叫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奶奶给射出来。好，爷爷出来了，爷爷来，我要。丢你！对，我们要把爷爷的钥匙拿起来，我把钥匙给扔了。好，小心一点。对，我们等奶奶过来，我们要去找奶奶。嘿，丢！好，把奶奶给爷给。哎呦呦呦呦！从颤抖的奶奶身上拿到武器还是非常难的哦。好，这边来，我们把钥匙打开门。监控可以开一下，应该没什么东西。这里要把门锁，看一下，在这里来扔掉，扔掉，这个门锁也给扔掉了。接下来我们应该是去，奶奶还在这里，我们不用担心她。我们去拿一下撬棍，看能够拿到什么东西哦。拿到，奶奶可能快复活了。爷爷先复活，不过爷爷复活是在楼下，不用担心。把撬棍给扔一下，把这边给拿起来，好，盯着奶奶，等着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神经，对吧？紧张的神经。奶奶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快复活呀！你复活了，我就可以又射你一下，对不对？等等。这个奶奶怎么不在这里复活呢？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哦，奶奶都不复活哎，不复活算了，我们走这里，我们进来。对的，没事儿，上楼。好的。怎么现在爬梯子有声音了？好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有个邮箱。我们先把门给关上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关门，然后绕一下。好的，然后把这个邮箱给扔下去。可怜的奶奶，她会被这个家里突然发出的各种声音给惊吓到。好，然后这边来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开关，我们要把它
打开。哎，这是个什么？武器钥匙。武器钥匙的话，我们可能是用不着了，但是我还是把它给扔下去，安全。准备好，准备好一切道具，这样会更安全一些。然后这里我们还需要去找到钳子，对吧？也许这个关着吸血鬼的棺材里面可能有东西啊。哎，怎么这么，哎，会不会被柱子拦住？哦，还好没有被拦住。走，我们把这个武器拿着，子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咦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先来看一眼奶奶在不在呢。好，奶奶不在，我们可以蹦下去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样？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。哎，推一下，把奶奶给引过来。奶奶过来吧。好，奶奶来来来，会。然后奶奶昏了之后，爷爷又会过来。我们再把爷爷给，哎，我们把爷爷 ICU OK， 我们把这个给扔一下，看看这个位置有什么东西呢。哎哎，啥也没有吗？有把扳手。嗯，扳手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呀？扳手，嗯，那么油壶，哎呦哎呦呦，我把从爷爷身上踩过来了。然后这里，奶奶应该还不会复活吧？好，我们在这里扔下去，走，撬棍也拿着。奶奶快复活了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哎，一把钳子。好，我们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。啊！天哪！剪掉。然后我们要上楼了，因为楼上有个道具，对吧？我们上去把那个钳子给剪掉。太好了，今天啊，算了，我现在还是不要立 flag， 立 flag 不太好，很危险的。剪掉。剪掉。哦哦哦，一个开船用的方向盘。然后我们还是从这里给扔下去。奶奶应该出来了吧。嘿，啊，奶奶果然出来了。小心一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钳子应该没用了吧。反正不管有没有用，我们先把它给扔下来。其实武器已经扔到楼下去了，不太好。这边奶奶到底在哪里呢？哎呦，奶奶居然在下面。哎，我在这上面扔钳子居然没有反应。好，扔不下去，好烦好烦啊。那我们就不扔了，我们直接走下去。好，我下来了，把这个门给打开。这个钳子应该是没用了，我管他嘞，我们先把他给扔下去再说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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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又跑过来了。完了完了，奶奶跑过来，果然跑过来了。我的天，蹦一下蹦一下蹦一下，藏起来藏起来，哎，藏起来。哎，看见没有，奶奶就会开这个门。我以前每次总是在这里失误，大意失荆州。这次没有关系，躲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慢慢的爬起来，跟在。哎，奶奶怎么放了一个夹子？天哪，她不会回头吧？我们还是藏起来比较好。I see you。 哟，奶奶这个夹子放的有点意思哦，直接就。救命！救命啊！然后奶奶也过来了，哎，好的，没问题 ，Let's go。这边呢，我们还要不要上去？不要上去了吧？这边好像有声音的，果然有声音。
后躲一下。哎，有把船的钥匙，我们坐船逃吧。油箱我都没有扔下来呢。好吧，我们坐船。哎，这里都没什么道具啊。好危险的样子。哎呦，好危险的样子。哎，下来了。这个时候我把哦，就是奶奶跟爷爷的宠物，我们把这个给扔扔到这里。哎，好像发出了声音哦。奶奶会不会跑下来？没有，没有。嘿，在床上，床上，船上。扔道具居然不会把奶奶给引过来，好奇怪啊。好，哎，爷爷跑下来了，我天啊，好快哦。可是奶奶没来，奶奶可能聋了，奶奶可能聋了。这个地方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这个地方呢？也没有。这里呢，偷偷看一眼，应该插一个火花塞对吧？哎，没有。走，我们要上楼去一下。好担心哦。哟，奶奶在做菜。哦哦哦，躲一下。躲起来！天哪，居然在碰到奶奶做菜了！哎呦，好大一个棒子，吓死我了！你没看见我？啊，不对，你看见我也没用，你没膝盖。好了，我们走。这个地方的钥匙我应该拿了。啊，这边就不要紧了。我们把这个油壶、油箱给扔下去。哎，一点点的扔，我们蚂蚁搬家。好的，这次扔都没问题，奶奶不会到二楼来。哟，哦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算了，我要把奶奶给射晕掉。哦。救命啊！天哪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还是应该先把奶奶给射晕掉，或者把道具给扔到床上，那会比较好一些。看一眼，我发现我只要死过一次之后，哎，这个思路就变得有点不清晰了，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那种，就是紧张吧，对吧？捡起来这个，好，来，来过来，彪，爷爷应该也快过来了吧？为什么他们只走一分钟？爷爷呢？快来，爷爷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爷爷。哎，爷爷去哪了？好吧，爷爷来了。哦吼，哦吼。方向盘，好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好像还差保险柜的钥匙还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里有吧？武器钥匙，我们可以扔下去。蚂蚁搬家这种事情是不是很辛苦的？好，最后拿着我们的武器就可以走了。另外，奶奶可能快要复活了。哎哎，我们走，哎，我们下去，蹦下去，安心啊！好的好的，
然后我们在这里是好像都可以走哎。我拿了一个最不应该拿的东西，我们从这边绕。奶奶是在楼上复活，我们在楼下去把这个轮船的方向盘给安上去，应该今天是可以逃生了。哇塞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完成这个逃生的一个视频了。然后还有油箱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们给全部给测试一遍？爷爷夫，奶奶，哎，奶奶为什么会追下来？看一眼，哦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绕一圈上去。我的天哪！被爷爷跟奶奶包了饺子，这个就是我太冲动的原因了，太冲动了。这边应该跟奶奶多晃悠晃悠，然后再往楼上跑。哎，运气问题，谁会知道我会被爷爷跟奶奶给包饺子呢？奶奶在楼下，爷爷在楼上，然后，喂，我去。奶奶是被什么给惊动了？然后他就跑掉了。这边来看一下。哎，哎，奶奶去哪里了？小心一点。我们要在这里弄点声音出来嘛。好，奶奶在哪里？哎，你奶奶不是刚才跑这边来了吗？哎，来来来，哦，奶奶，你这个小坏蛋，小坏蛋，哎，关门，奶奶被，哎，爷爷来了，爷爷来了，奶奶被刚才被门夹了一下，好，我们再来夹，哎，夹不动他们，为什么？有点尴尬哟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应该是去拆一个火花塞了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别卡我哟！我好像听见爷爷跟，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被门被夹了吧？应该是。好，走了。这个扳手的话应该没用了，因为我们开船走嘛，开船走还是比较难一点的。爷爷跟奶奶都消失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们现在这里把乖孩子给射一下，来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，果然有保险柜的钥匙，哎，乖孩子把我的子弹给，乖孩子把我子弹给弄不见了，我们应该在这边看得到蓝德尼纳河。走这边，你就痛苦的惨叫吧。哦，这个道具没什么用啊。哦，又奶奶来了，奶奶又来了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快跑快跑！哎，这边怎么有一个闪光的？等等，我看一眼。我想啊，奶奶应该看不见我装这个道具吧。躲一下，哦，好险，转上去，哦，奶奶听不见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给转动一下，爷爷就会跑过去，知道吗？但是奶奶在这边是，我的天哪，发现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我的子弹居然跑到楼下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还差一个火花塞。火花塞的话，应该是拿撬棍在楼下的这个箱子里面。哎呦，这里有个夹子，偷偷看一眼啊！呀，爷爷跟奶奶两个人一起上楼去了，他们去卧室干羞羞的事情。我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就赶紧在这边把道具什么都拿到。这里是不是好像有声音啊？哎。
没有声音。好，蓝色钥匙去开门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哎呦，这边有个夹子，刚才忘记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爷爷跟奶奶去做羞羞的事情去了，我们就这个放心大胆的。不会又被包饺子吧？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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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蹲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哦，躲起来！我最喜欢躲浴室了。然后这个位置应该奶奶看不见我，我是不是看见一根棍子了？偷偷的瞄一眼，我是不是看见棍子了？哦，奶奶都没进来。好，那么这边我们还能准备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油箱。哎，我的撬棍去哪里了？哦，我的撬棍还在二楼呢。天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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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是不是直接拿这个钥匙，我就可以走了？这个木板是什么敲的？我忘记了。哦，撬棍敲。好吧，我还是得去拿撬棍。走，上楼。撬棍还在楼上呢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可是奶奶去哪里了？我还真不知道哎。拿到撬棍，还差一把蓝色钥匙。蓝色钥匙在厕所呢。弄下来，我们小心点。我本来说是坐船走的，没想到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爷爷跟奶奶两个人在干嘛呢？好，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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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继续在这边来躲着，好香。我应该刚才把撬棍给扔了，然后蓝色钥匙，哎，这真是一个宝库啊！好的，哎，哦，奶奶来了，哎，我们走，我只要把那个锁给打开，我就可以跑了，快走，快走，不要碰到哎，有一个夹子，哎呦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啊！我成功逃生了。哦，太棒了！好，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想看更多恐怖奶奶的视频啊，关注明光魅影，明光魅影会每天更新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